我离开香港移民到温哥华，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质素。我在这里创业和成立家庭，相信我，我 Miss Happy 会带给大家更多的旅游体验。出外旅游去接触新的文化和生活，是带来一段最美好的体验。我每日去工作都能够直接感受到多姿彩的多元文化。10月20号，我邀请你一起重新爱上温哥华。